车呀，车也着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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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哎呦，这怎么着？哎呦，我看都没听见，哎呦，这啥子呀？就是买快餐那家，一楼不有个卖天天快餐店吗？你过来，你那几辆车够呛，那几辆车够，你那大块超那车，我也拿手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简直是！我天哪！哎呦！呼呼的着啊！这脚油还不来？我操！刚跑、啊！哎呦！疯了！我在这都感觉到热气了都。就是能感觉到热气了，感觉到热气了。呀，那底下那外边吧，哎呦啊！就是上面烧那些架子，噼啪啦的玻璃都化了，你看看，这上面那玻璃都化了，那还有电梯了，你看那电梯。哎呦！爆炸了，记得。哎呦！哎呦！来了，哪儿了？哪儿里面？哦，那儿。那这救不了，没戏这个。热气还有味儿，你闻见了吗？看这儿来。特别热，就感觉。面部。别把手机掉了。胃。哎呦，对不起。你可怎么把钱放手里了？太吓人了。这太吓人了，这个。这比导弹轰炸都厉害啊。太可怕了。我看着他心都慌了。那真是，我也慌得慌。这段可难受了。看着我都。这肯定得有死人的，这火太大了，哎呦，我都没注意，刚才张扬说底下还那么多人，我没感觉呢，这怎么就没法救我这个？你看那个消防队连水都不用喷，喷不了，救不了我这个，这怎么救啊？不是，那你说那后面的楼都够呛啊，一会儿。后面楼未必。那车也完了，底下的车。这啊，你看那个红的，还有那面包，还有底下那都看不见的那个，停在里头那车，那红车已经，那红车那个，你看那灯都着了，灯都亮了，看那前那，你真是前脸那儿。就那红车是吧？对，那红车，这不底下停车场的车都开始往下，还往外开响，一些蓝的车还往外开。哎呀，这不来了吗？这楼就完了，这楼。上次着火就是那半拉，是前半拉上次着火，这回着火是后半拉。哎呦天！我第一次看见着火。我头一次看见那么大火苗子，我天。太那个什么了。这楼都够呛，这半拉楼都。这一半就没了。哎呀，我特别揪心那种感觉，是吧？人家还没有罢了，这火就越来越大了。脑袋烟啊！刚才这边那个第三个现在着的特别旺的那溜，刚才还没着呢。对对对，刚才是只是底下那两层，只是那底下那两层着了。它现在都窜到上头去了，这一溜整个都着了。这肯定轰里头，对，这一下就呼吁上去大火苗子，人半分钟，你看底下那刚才火苗燎那上头，那一下这火苗就上去了，就跟那个拔火罐似的。你看啊，底下头都摇了。最上头都着了，哎，我腿软了，我也难受。这消防队底下就底下不喷水，那底下那个村支柱那口那儿，那车一会儿不得炸了？